流星、杰飞，好啦，最后入闸，宝城福星啊！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六场赛事三班一千米嘅直路赛仁爱堂杯，准备黄旗举起，宝城福星起起琴啊！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，大家都出闸顺利噶。咁啊，前面快啲嘅马见到外栏位置有呢只闪月武士，但系中间咧呢只御风走咗上去，紫色衫咧杨明喜喜亦都要走啊，抢咗外栏先。咁啊，跟住个第三位咧就系呢只蓝衫嘅杰飞啦，宝城福星第四啦。再后边嘅马咧，仲有入边黑衫咧就飞跃之躯，后啲先有金碧辉煌啦。咁啊，花月流星就黑白斜间衫嘅，再有多少粉红衫咧尾五到啦，中档有朋友仔啊。后啲嘅马先有岸一岸炸鱼薯条华丽传奇包尾金龙华嗰啲马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啦，最后四百米到啦，御风喺外栏，咁啊中间紫色衫杨明喜喜，绿色衫宝城福星啊，响入边啊杰飞，再后边咧仲有呢只花月流星亦都上紧啦，后多少先有朋友仔嗰啲马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二百米啦，外栏御风仲系占先啊，中间杨明喜喜，但系杰飞咧，哇，好似识飞咁，已经弹嚟两个身位，后边仲有朋友仔接近终点，杰飞咧赢紧噶啦，第二名嘅马相当接近杨明喜喜同埋朋友仔啊，第四名就系呢只御风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只傑飛，哇，真係好似識飛咁，腳都唔轉，拋離對手，係以一個相當輕鬆姿態咧，加三磅打搭再贏。第二名咧，楊明喜喜，第三就朋友仔，第四御風啊。傑飛兩個開啊，最後兩個開又兩個開，又贏啊！高柏新，楊明喜喜第二，朋友仔後上第三。御风第四，呢系御风啫，可爱到几紧要啊！我脚前下我跌咗条边，系冇咗只热门啫，宝城福星，杰飞根本都唔使点样比嘅啫，送咗落去只马已经。三号杰飞导人派二十蚊，位置派十一蚊，跑第二名二号杨明喜喜嘅位置派十九个半，跑第三名一号朋友仔位置派二十一个半，连赢威二搭三派八十五蚊，三蒙彩三号二号一号派三百四十五蚊，单 T 派一百一十四蚊，位置 Q 二搭三派三十四个半，一搭三派三十蚊，一搭二派六十五蚊，跑第四名系五号嘅御风，御风都成日跑去四。跟住喺佢后边嗰只花月流星啊，田坦嗰边都抌埋最后嗰几步，犀利啊！呢只杰飞上次已经睇到佢噶啦，佢、上一次一样嘅，又系沿路中线，咁都冇谂过系走埋啲嘅，跟住一骑就飙啦。因为最好比较就系你同嗰只宝城福星两只拍住睇隔篱位啫嘛，系咪？我都翻到嚟兩個世界嚟嘅。係啊，都贏上一次都贏馬嘅楊明喜喜咯，都係一個幾好嘅指標。個時間亦都係即係比起楊明喜喜開嘅時間咧係快咯，即係對上一次咁計。上一次楊明喜喜開56秒9幾啊，咁。係啊，所以就係有時計死數都有得計嘅，因為你個姿態你做嗰啲時間啊嘛，你唔係話騎到甩曬碌去做嗰啲時間啊。四連環派219蚊。咁啊，高柏新兩隻全熱門啊，都能夠順利取勝嘅。四重彩派2284蚊。今日真係噶啦，睇下跟住嗰啲智者點啊！大熱取勝呢只傑飛20蚊嘅獨贏。旅遊首席。哇！嗰兩隻成埋頭馬都得30幾蚊嘅，都未夠四倍。仲係之前搏失咗一隻。係啊。道理来高柏新，今日就道理来跑高柏新嘅嘛，唔系跑太多只嘅啫。系啊，杨明喜喜俾朋友仔，除咗喺个跑法上边可能即系要主动啲之外，喺个磅位都系咯，即系朋友仔你来呢一班，佢就会加好重嘅磅啦。咁啊，杨明喜仲孭得轻过上一次咁样，咁啊，所以喺佢前边都过终点，其实都赢一个颈嘅咋，赢一条颈位。咁啊，而且你见到杰飞一。松落去只马标嘅时候，朋友仔都仲喺后面成四五个马位点追啊！都好似唔系嗰样嘢啊！起步见到罗利亚，其实就想摄翻过嚟近看台呢边嘅场地啦，咁啊，所以就定得比预期系后咗啲嘅。
即係為免走不利場地啦，可能。不過人哋超班就唔理你噶啦，好似傑飛呢啲嘢。到你來都有翻場啊！高柏森始終都會關照下佢嘅，雖然甜城效應就轉手即贏。係啦，咁啊呢只係上次贏開嘅。好多小朋友啊！傑飛勝飛都係好馬啊！一隻未贏過嘅馬過嚟香港呢邊，就反而未輸過啦。跑咗兩場，捧埋杯添啊！呢場仁愛堂杯啊，嚟緊下一場大門就係告東尼馬房啊，六號呢個英勇大師已經贏咗999場噶啦，因為萬事欣贏咗嘛，睇下可唔可以？同啲英雄大師或者夢幻十一，幫我個東尼贏1000 win 啊！我數一數杜尼來，而家剩翻我三隻都有飛有機會馬嚟嘅話，大勝利、旅遊首席、文藝復興。但係當然啦，莫雷拉呢場又攞分啦嚇，呢、這個都好緊要嘅。杯賽的場合，仁愛堂杯，等緊騎練嘅啫。好啦，去睇頒獎。跑咗六場，已經開始壓地啦。下半場啊，壓地，冇直路賽程啦，全部都係轉彎。兩場1200，一場1400，一場1600。暫時嚟講，啲熱門嘅成績都唔曳啊。其實高柏森都贏咗兩隻全熱門啦、有啲熱唔透嗰啲，真係會弱啲啦。仲飛龍啊！高柏森起馬兼碰杯，到你來過完關之後，六號嘅英勇大師兩倍都冇，得18蚊啫。馬房又過，啲全熱門又過，係咪？好啦，睇巡台影片，有啲擾攘嘅耳檔嗰只啦。風雷起步啊慢啲噶啦，所以嗰啲炸魚薯條都縮咗喺後邊啊。前面走我哋見到中間雨風禮牌係你噶啦，楊明喜喜啊拍住佢紫衫啦。開面係閃月武士啦，咁啊然之後見到就係傑飛已經跟住雨風殺咗過嚟噶啦。中間寶城復星，然之後見到飛躍之區啊，咁啊再數翻落去先見到佢金碧輝煌初出喺中間黃武啊，咁啊花月流星喺開邊啦，風雷啊上翻嚟啦，朋友仔尾五後啲就按一按啊，炸魚薯條啊嗰邊係華麗燈啊華麗傳奇啊，同埋一隻金龍華嚟嘅。不過睇到呢度一路騎落去嘅時候，都好似兩回事咁噶啦。寶城復星要跟啊騎落去，反而傑飛三幾步一鬆過咗。朋友真係左捐右捐啦，粉紅色衫嗰只。之後見翻只花月流星，其實騎落去啲均速啊，水準比較參差啲啊。後邊嗰堆都甩咗，好多係直情係
冇速度啊，跟你跟唔住啊，咁但原來保成福星都喺個群入邊嚟嘅。福榜完不派彩作實，位置 Q 二搭三牌34个，每一搭三牌30蚊，一搭二牌65蚊。四连环派219蚊。四重彩系派2284蚊。孖宝五场二六场三中向派143蚊，五场二六场二奥米奖派52个半。三 T 系派409万0485蚊。睇下中唔中得晒啦，尾关啊 ，Doremi 嘅啫，系头关真系难中啊，两只脚都难搞。三 T 外围奖牌81809蚊。咁三 T 咧喺2月7号将会有个多宝噶，327万2387蚊嘅多宝彩金。